备吃粽子吧，好不好？你看它下面有，下面有酒，解冻酒，开始。好，先解冻再处理，要几分钟啊？应该很快，用微波炉解冻应该很快。它就是直接把你弄到熟了。不会吧？他没写时间呢，试一下就好的意思吗？解冻有这么久吗？还是我直接手动把它按取消？东东，解冻有这么久吗？东东，有吗？他说我不要那么近，要不然他爆炸我躲不掉。我们站远一点。不会啊，不会爆炸、啊。只是说会不会真的是就跟我老婆说的一样，解冻完就熟了？我感觉里面的粽子在流汗呢。手动按停哦。好了，直接吃的话。好了，我们按取消，好，让它出来。按一下取消啦。不相信他，我看一下好了没有？取消。好，妈妈看一下。看怎么看？有了，粽子都流汗了，可以了，妈妈。粽子都流汗了。所以你确定它中间都解冻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所以你煮完不会中间是你？中间是冰冰的吗？我看一下啊。还是冰冰的，硬硬的，真的要相信它。好，继续解冻，开始继续解吧。我那天一买回来，我老婆就很惊讶的跟我说，这个是什么？台南的。台南 很有名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可是我没有吃过，你有吃过吗？没有。你也没吃过？你不知道。好，等一下。可是他厉害到可以在量贩店卖了吗？哦，对。好，等一下吃吃看，就知道他厉害在哪里了。他显示时间了。还有六分多钟。刚刚开始说，它至少解冻要十分钟。差不多。然后水煮要十分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所以要吃这种冷冻的粽子的话，要提早一点拿出来准备。解冻完成，它流好多汗哦。粽子流好多汗。有了吗？有啦，有泡泡的。好，要放喽。好。你小心哦，你看得到吗？你放在它上面，然后再放下去。对，然后再对，然后再放，对，这样就好了。还要吗？还要。小心哦，不要弄到锅子的边缘。然后再一个，很好。煮粽子，然后去看一下几点，十分钟。十分钟就可以吃了。2:51，我的手表跟时钟对应的。好。你看我的手表就是。好，我们十分钟后见。一点点，那就不要。好，我不吃辣的。好，爸爸先好哭。什么味道啊？好好吃。好，有什么料？我还没吃到。好，有啊，你现在只要这个肉，肥肉，这是肥肉 ，QQ 的，还有这个肥肉。然后这个好像是什么香菇，妈妈这边已经看到蛋黄了。其实我很不喜欢粽子里加蛋黄。可是这个蛋黄不是一般的蛋黄，这是那个那种咸蛋黄，咸蛋黄 有处理过的，不是一般的。你要吃肥肉吗？然后还有什么花生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花生就在最上面。吃肥肉会长肥肉吗？吃肥肉不会，不会，会容易变胖。可是偶尔吃一点还好啦，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子的、啊。会让皮肤漂亮。对啊 ，Q 弹，就这样子哈。还有什么特殊料？也有瘦肉啦，中间有瘦肉。啊，还有什么肥肉？嗯，肥肉、瘦肉、咸蛋黄、香菇。哦。虾米。
你身上帮你出来了。啊，它光是饭就很好吃了，对不对？东东在这里睡着了，睡得很熟。我们就先专心的吃，超级好吃，超级好吃哦。嗯，我喜欢南部粽的口味，我也喜欢，就黏黏的，对，黏黏，嗯，好吃。我的爱是，然后有的还会撒一点那个花生粉，但是我们家没有。花生粉跟香菜，还有香菜，我也喜欢香菜。很多人会说香菜不喜欢香菜的味道，可是我是属于喜欢的那一种。香菜就是这样，喜欢的就很喜欢，不喜欢的连一点点都不敢碰。过来了，我忘记彤彤敢不敢吃香菜了。你好像是不敢吃香菜的。嗯，我不敢。你知道香菜长什么样子吗？我记得我吃过。小小片的叶子，很多一颗有刺的叶子。那个我不敢，都会放在那个，还有面线上面也会有。那个。这个我可以吃两颗没问题，南部粽好吃。那我还好，香菜我还好。香菜我是属于那种能吃，但是不是没有爱。它加上解冻，大概在解冻十分钟，然后放进去水煮十分钟，大概要二十分钟以上。可是我觉得蛮好吃的，这个等还蛮值得的，蛮值得等的。这个难怪会是有名。是什么？花生。太大了吧？嗯哼。再大很多吧，就是你吃那个土豆人冰棒的面。本来小时候阿祖，就是我的阿嬷的阿祖，3点多就起来准备，然后早上我6点多起床的时候就已经有粽子可以吃了。我不敢吃解冻前的，我那天去卖场，我看到有卖那种豆沙粽、芋头粽，我不敢吃，我不知道你们要不要吃。那超好吃哎，水晶的那种啊。就是我只喜欢吃那种，就是减重，就是一样是糯米，然后它都没有包什么，你就自己沾糖跟那个，或者是自己沾蜂蜜吃的那种。它做的很像玛吉的那种，我都很爱的那种，你可以吗？水晶有点透明的，里面是看到里面有红豆啊、芋头啊、花生在里面，我都喜欢哦。那我晚上我们再去买一点。我可以跟你讲什么时候买最划算，就是端午节过完的隔天的一个礼拜内，通常大卖场就开始促销，因为他如果没有卖掉的话，他们要收起来要花时间，然后有可能会放到坏掉，所以通常就会开始促销。像那个什么年菜也是，过完年的一个礼拜就会大促销，从8折开始打，8折、7折、6折。你知道现在卖的最好的电器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冷冻柜。哦，东东醒了。我都醒了，他现在发出人生三问：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要干嘛？你吃一颗会饱吗？快！东东你醒了，爸爸我去拆第二颗了。好，东东笑了，你们在吃粽子。好，妈妈。妈妈，东东笑了，东东笑了，又躺回去了。你知道为什么笑吗？因为他看到我们在看到他安心了，他知道我们还在。他刚起来就在找，对不对？等等，我们在这里，你就安心啦，对不对？你很快吃完了，好吃哦。这一颗这样算下来不知道多少钱，我们买那一袋好像300还是320，然后五颗，所以一颗60几块。其实也没有很便宜，一颗就差不多等于一个便当的钱。还很好吃啊，很好吃。30、35。嗯。去见识哈。嗯。蛮便宜的。对啊，其实你自己要包的话，又要买叶子，又要买竹笋，准备这些料，花的功夫也很多。除非你们家人多。对，自己包太费工了。你从备料开始要准备好久。嗯，备料要准备。对啊。以前我们公司都会包，我都会带回来。
那我不能吃了嘞。那时候你宿舍没多久就离开公司了，因为办公室每次端午节前一天就会包，然后就可以，然后是大家自己包，自己包多少就带多少。对啊，这时候就看你跟公司的阿姨好不好。对，阿姨都会偷偷给我。哎，对阿姨好吗？就也没有很好，可是就是客气客气啊，就见到阿姨就会打招呼啊，跟阿姨简单的闲聊几句啊。也没有偷偷，就是后来有多的，他就先来问你要不要。爱之味纯浓燕麦，这广告挺好的。对，爱之味纯浓燕麦。不是啊，早上一瓶是吗？晚上一瓶，一天三瓶，一天两瓶。把它弄一半。我不吃，你吃就好了。不吃哦，我一根吃两颗哦。没关系啊，爸爸就慢慢吃。这个小煎饺给你啊。你吃。我要吃爸爸那个糯米。啊，我吃。所以呢，百姓们呢就把船做成龙王的样子，然后呢，每天每年端午节的时候就去划龙舟，把鱼跟虾吓跑了。那你知道为什么要包粽子跟划龙舟的吗？嗯，好饱哦。这粽子很饱。要去拍张照吗？好啊，那我就拍到这边啦。差不多吃完了。祝福各位端午节快乐，各位同友，拜拜。冬粉他跑去看玩具了，他自己转过去了，好厉害。他自己拿到了。对啊，什么时候拿？不知不觉。